大家好，今日同各位介绍华侨大学。华侨大学创办于1960年，大学于福建省厦门市同泉州市都设有校区，是中国政府重点建设的综合性大学，亦都是首批获得中国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优秀的大学，是中国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，同埋中国面向海外开展华文教育的主要基地。目前大学是有26个学院，有8个一级的博士生点，内地学生大约是25000人，外招生大约是6200人。校区就分布在厦门校区和泉州校区，占地面积210万平方米，总教师人数2800多人，有6位相聘的院士，校训是汇通中外，并育德才。学校是以面向海外、面向港澳台为办学方针，坚持为侨服务、传播中华文化的办学宗旨。现在是有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生30000多人，当中就学的香港学生是占了1800多人的，是在读香港至多的内地院校之一。学校拥有经济学、管理学、理学、工学、艺术学、医学、教育学等等11个学科的门类，17个本科专业是获得国际认证，另外有国家的重点学科、省部级的重点学科41个，计算机科学、材料科学和化学3个学科呢亦都是进入了这个 ESI 全球排名的1%。学校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合作，已经是同5大洲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间大学签署了校际合作的协议，深受海内外学生的欢迎。学费方面，文史、理工、文理兼报这一类呢大约是5460元人民币一年的，临床医学是6760元人民币一年。艺术类包括设计学、音乐学、舞蹈学呢每年的学费是9360元人民币一年的。全英文教学的专业呢就是28000元人民币一年的，住宿费是由1300到3800元人民币一年。生活费包括伙食和杂项大约是1000元人民币一个月的。一般对香港 DSE 考生的入学要求呢是中英数和通识呢是3322，至于艺术类的学生呢是可以获得减免，中英数通识呢是要获得2211的分数。至于还有哪些学科和专业是招收香港学生呢，请参考这个升学指南的第161页。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先，多谢这么多位。